为了考核各县市推行国民生活须知的成效，台湾省政府各单位所组成的评审小组今天到达花莲，实地考核评分。花莲地区的各机关、学校、社团，特别就最近一年来实践国民生活须知的情形，包括食衣住行以及育儿的方面，提供了详细的报告，并且把这些资料陈列展出。推行国民须知是要使每一个国民在生活习惯上走向现代化、合理化的基本要求，大家一起来实践力行，达到社会革新的良好风气，